来，那这边股东要报道，人家股东要报道，股东要报道。稍等一下。有社团这么伟大、啊，可以啊，真的你。再见。还没走到就到名字嘞，这么有名的股东。啊，一定是大股东。等下让我们做发言。对啊。因此，在 LCD 业界当中，真正支配 Hadis 的永丰余集团严重的丧失信誉，而且在韩国社会当中也开始传出了永丰余和元泰科技是没有道德而且没有伦理企业这样的负面印象。이로인해 LCD 업계에서하이디스의위상과실질적인지배실질적지배기업인영풍위는신뢰도를상실하였으며한국사회에서의대만이익과영풍위는부도덕한기업의이미지를가지게되었습니다里面，因为元泰科技跟永丰余都不愿意出来面对，所以这样的负面的社会印象其实是越来越增强的。그러므로해서실제로영풍위의주주들에게피해가염려됩니다。我们忧虑，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不只是劳工，而且是永丰余集团的股东们也是受害者。前几波的韩国的工人，因为移民署，好，等于是在帮。我们的国策顾问，我们永丰余集团的合作团，在解决他的劳资争议问题的情况下，所以他们没有来台湾的权利。好，这就是我们台湾政府为了财团护航，为财团擦屁股最好的证明。汉迪斯劳工他们在第一天抵达双人机场的时候，他们就被要求，就是就被移民署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去，然后在完全不能对外联络。也不允许他们拍照，也不允许他们对外联络，问说这个内容是什么的状况底下，要求他们三分钟内必须签下这个同意书，如果不签下这个同意书的话，就要原籍马上签，立刻遣返回韩国。我记得有中文翻译，但是没有韩文，可是他们这里没有人懂韩文，没有一个人懂英文，他们也不给副本。然后也，他们只愿意给一个口译，但是那个口译其实没有办法翻译得出来那个里面的法条是什么，所以他们在不了解、不知道是什么状况底下被逼要求要签，而且三分钟内不签就要马上遣返。今年没有赚钱是不是就该裁掉？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各种因素，比如说他就算没赚钱，他有可能在整个生产业当中帮助了集团其他的公司和工厂赚钱。好，这个是整个如果是一条龙的生产的时候常常发生的状况。再来，好，也有很多的公司，好，今年卖掉了一栋大楼，好，今年卖掉了一片土地，他说那跟劳工的生产毫无关系，但是他都忘记了那是用工人的赚来的钱去买来的房子、买来的土地，那怎么会跟生产毫无关系？最后啊，就算是专利权这件事情，它跟工人都有关系。一个专利权，它也需要工人在生产线上不断的实践，不断的证明它可以量产，不断的证明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稳定的、可以赚钱的。这个专利权它才有生产上面的意义。所以这些东西都跟工人有关系，不管是华龙还是永丰余。现在公司早就已经没有在分国界了，资本的流动是跨国的。我们劳工的合作能不跨国吗？台湾有很多朋友有时候会有些疑虑，大家会说怎么我们要帮韩国人抗争？其实大家看到的是，我们同样是在工作的人，我们同样在面对的是劳动的困境，这才该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对，我们很多会员都等好久还是拿不到，我们已经这么累还拿不到，包括刚入权明明就有申请，我们还要瞧个半天才拿到我们应得的。我请这些韩国朋友们，我觉得华龙唯一可以给你们的启示，就是抗争绝对是有用的。如果有天我们能够得到什么东西，一定是靠我们自己帮自己所得来的，企业家不会帮我们得到这些。在3月22号举行的六步一跪苦行，对着现在政府剥削约聘雇的制度抗争的一场行动。
HiDis 的劳工跟着我们国道收费员的抗争队伍苦行了将近三四个小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所谓的韩国劳工，他为着自己的权益在争取，来到异乡，但是他第一件挂着的事情，他们心里面意识到的事情是什么？不只是自己权益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劳工权益的问题，所以他来声援同样是台湾劳工抗争。这一些打着所谓台湾人帮助台湾人的言论，其实都是在掩盖一件事情，都是不愿意面对到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我们所有的劳动现场，劳工都是被老板，都是被我们这些财团资本家给压在脚底下。你不愿意面对到你现在的处境，你不愿意对着这一些把你当作奴隶的财团反抗，结果你回过头来去骂那些同样被压在脚底下的人。另外我们要讲，跨国资本透过政府的帮忙这么容易的到处流动，有关于这个集团在台湾历史上已经是有名的打压劳工破坏环境的集团，结果台湾政府一样的帮助他们到韩国去投资，在韩国投资获利之后继续践踏韩国劳工，然后当劳工来到台湾这么不容易得把家人小孩老人放在家里来到这边争取一个工作权，争取活下去的机会的时候，台湾政府一样派出一大堆拿我们纳税钱的警察，想办法包括警察局分局移民署，包括 copy 我们上次抗议过的 copy 一样，当作没事一样来当这些财团的保全。所以我们要说，这些政府只帮助财团，而对于这些跨国企业迫害下的这些劳工完全不帮忙。这里我们有这些永丰云旗下的这么庞大的企业跨国到韩国，能够投资这么大，能够把自己的营业额冲到这么高的企业，其实就是一个践踏劳工权利、剥削劳工工作权的企业。里面的股东们应该要知道，他们支持的这个企业就是残害劳工的企业。社会大众也应该要知道，除了注意我们消费饮食上健康以外，所有残害这些劳工、残害他们身体甚至残害他们生命的这种企业，就是应该要被抵制的。那我们现在请那个静茹啊，把我们朋友的那个永丰金控的存折剪掉。好，我们呼吁所有关心 HiDis 朋友、 HiDis 一体的朋友都来加入我们发起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任何人随时随地在日常生活都可以做到的。抵制永丰鱼，抵制永丰鱼，永丰鱼践踏劳工，永丰鱼践踏劳工，和寿山出面解决，和寿山出面解决。那里面报道处可能有的也看到，也有警察，结果我们十个人上去之后呢，发现前三排靠近主席台的座位全部被大汉们坐满了哈。大家等一下如果有媒体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然后媒体也被整个限制在这三排大汉之后，然后只留下中间大概有几排的座位可以让我们坐。那我们坐下之后，很快的会议就开始了。那他现在刚刚我出来的时候，我们是进行到第一项的营业报告，结果他念完了之后，因为我们都已经递了发言条，他念完之后我们要求发言，他就不顾我们，不断的要进行下一个事项的报告。经过我们持续的要求，程序问题提出之后，后来终于让我们做
报告，但是做提出问题，那提出问题之后，我们第一位提问题的是股东户号18号的卢启宏，好，那他提完之后，希望主席马上回答，他们不愿意，他们要求所有的提问做完说之后，好一次回答。那显然他今天采取的策略就是，好让我们说完了之后，好他就一并回答，然后可能就对就这样过了。